节目当中我们请到食品论员吕宁思先生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好，吕先生，目前这个现实的一些变化的情况啊，使得这一次的外长会可能担负了更多的一些责任啊，您如何来看这次外长会的现实意义？是的，卢晨，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是一次特殊的会议。首先呢，今年是特殊的一年，那么截至今天为止啊，这个俄罗斯已经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呢，每天都有五六千人确诊是这个新冠肺炎。那么到今天呢，已经达到了104万6000多人的确诊。那么它成为全球第四大这个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么即使这样的话呢，俄罗斯依然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在莫斯科做东举行了这个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实地的外长会议，而不是虚拟和视频的。那么这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做事情的这个一个风格，同时呢，也可以看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们，都很给俄罗斯面子。那么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的内容呢，包括给即将举行的上合峰会做准备，领导人峰会做准备。另外呢，也讨论了关于在这个疫情之下，上合组织如何进行合作。那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呢，还谈到了，要对抗美国的这个霸权主义。同时呢，还有很重要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在这次上合会议当中，俄罗斯人做东呢，举行了中印外长的这个会谈。我们知道，在中俄印外长之间，长期呢有一个这个外长合作这个会谈机制，主要讨论双边的问题、地区的问题，还有国际的问题，都照顾到各自的一些利益。那么这次呢，正好从6月份以来，这个中印边境就一直是不得安宁，俄罗斯人呢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中印之间呢做一个调停人。那么他能不能做好这个调停人呢？我想俄罗斯人他们是有愿望想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今天呢是中俄印三国外长已经举行了一次午餐会，那么稍后中印外长就会举行会议。可是我个人认为呢，尽管是俄罗斯方面是有这种善意和愿望的，但是在中印关系问题上，这个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呢，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也都有利益相关在里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中国应该是坚持自己的独立的和印度直接对话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中印边境的问题。而且呢，中印边境问题现在其实已经超出了仅仅是这个关于这个领土划分的这个争端问题，实际上它牵扯到今天的地缘政治问题。刚刚我看到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他的推特上写道，刚刚他和这个拉夫罗夫举行了很好的一次会谈，那么效果很好，反映了俄罗斯和印度的特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说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的一些意见。所以说呢，我想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还是中印两国直接的对话。是，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也牵扯到大周边大国各方面的利益呢，希望各方面都应该妥善的处理。卢晨，好，谢谢吕宁思先生的分析和点评。